极限挑战憋笑大赛，你是否能够忍到最后呢？节目组要求大家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不要笑，一笑就会引发喷水装置。谁释放一下？想笑现在笑，一般说不让笑的时候，就感觉突然间好好笑。我跟你说，咱们别对视，你知道吗？一对视就。为了忍住笑意，岳云鹏先准备好情绪。我教给你们，就这个用这个表情，我也没笑。还没开始，邓伦就手痒了。这种东西就能笑吗？气到不想喂鸡，很好笑吗？这个。果然把薇娅整破功了，用了一个开头，后面的可就受不住了。不用看我，我瞎了。此时全程只有雷佳音没被喷，小月月找到了让全场破防的照片，雷佳音的暴击谁都别想躲过。哎呦我去！随后阿姨出场，这是身上自带笑点吗？雷佳音差点憋出内声，唱一首歌。玫瑰花开一开一片飘落在眼前。随后挑战忍耐力，每个人喝一口水放在嘴里，但好像阿姨的存在就是笑点啊。那个身上有一个蚊子叮过了。最后一句话让全场爆笑，直接把小月月整蒙圈了。老师，你知道你电话号码吗？哎我。你怎么知道我号码？我不知道，我确认一下你有没有那个事。